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我是李宗伟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和羽毛球运动的支持。我将以一名羽毛球运动员的身份入住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。作为香港杜莎的第一位马来西亚的运动员，我感到非常幸运和自豪，希望让粉丝来感受羽毛球的魅力。